现在的小朋友玩具也真的太豪华了，这个房子做的像个包包一样，还可以手提的。叶子卷起来可以滑滑梯，转过来有大蘑菇，还有蘑菇小凳子。你看他的桌子还是一朵花，他家的小仙女啊，长得就像胖虎的妹妹。一起坐下的时候，就是胖虎妹妹开大会。咱们还可以进屋去看看，里面还挺漂亮的。仙女秋千只有胖胖的坐垫才配得上胖胖的小仙女，胖胖的小刺猬司机，花瓣遮阳伞，坐车的是胖虎南瓜花和迎春花风虎，还有一个叶子坐的车子，轮胎里面真的有蘑菇的褶子，再来个叶子遮阳棚，还有两个像彼得潘一样的小仙男。